鸡小家里从子里拉松，小家里从奶奶子里拉松，上学从奶奶脚子里拉松。这是这一路遇到的第二个寺庙了，在这个地方修行要一点意念。这就是冈仁波齐离得好近啊，就是上面雾太大了，不知道是云还是雾，一直没搞懂这个箱子，这么多箱子是干嘛？对啊，是干什么用的？知道的回复一下，这个真的没搞懂它是什么东西，太多了，又不规则。这个叫撞山，撞山的路。那边应该是冰川了。神山冈仁波齐，每个角度看都有点像，就头顶的云太厚了，看不到峰顶。神山离得如此近，它真的是独一无二。看一下旁边这些山，都是沙土，就它坚硬的岩石，而且挂满雪，太神奇了。冈仁波齐神山，吃个午饭，这边大部分也就只有泡面，一桶10块钱，饮料也是10块钱一瓶，其实性价比还不错了，毕竟在这个地方交通太不便了。住宿就这种情况，神山住宿。在这高海拔，还有人有心情堆这个，走路都带氧气的地方。找好磕头的地方吗？信仰的力量。提那边会得神的保佑吗？应该是。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一寸砖，我有点钱就得去了。还把身份证都丢这里的。这经幡都已经成灾了，走马拉山口，海拔5600了。这个也算一个冰湖吧。看看这个徒步路线、撞山路线，还有跪，还有磕长头的，这多艰难啊！
雪崩了，小雪崩了，可惜错过最大的一点。这里还留有一小块冰川，下面已经成河了。这就是撞山路啊，陡得怀疑人生，稍不小心又跟着就下山了。咻咻，再叫一下。